大家好。非常欢迎海外来的贵宾，还有皇家，还有灵修俱乐部的成员，还有最重要的在座的艾多美的家人，大家好。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哈，喜欢传销来到这边的人举个手好不好？还是有部分的疯子呢哈。传销这个名词啊，确实是让人掉很多鸡皮疙瘩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不晓得大家认不认同哈。所以因着这样呢，艾多美的诞生会让传销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，完全的改变。所以艾多美一直在讲说，艾多美会创造什么的历史？传直销的历史。 OK， 好，因此这样呢，好，这个没有开 ，OK， 好，啊，艾多美会重新改写什么传销的历史？为什么？各位，因为传销最大的问题在哪里？啊，字面上写的，艾多美是免加入费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什么？很多传销里面所谓的大家 都觉得这一个可不可以不要的东西呢？艾多美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？各位，艾多美全部除掉了，所以艾多美在这个传销的环境里面呢，写了一个新的一个历史。再呢，他以什么样的一个理念，最重要的一个理念，可以走到全世界的一个理念。 以后艾多美要出粉笔，不够绝对品质哈。大家觉得正善劣会不会走到全世界？每一个只要是人，会不会喜欢正直又善良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呢？喜欢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艾多美进到全世界是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大家都怎么样？举双手欢迎艾多美这样的一个公司，了解吗？哈，所以因着这样呢， 啊，艾多美绝对优良的品质，绝对低廉的价格啊！再来呢，让我们消费者呢都可以省到钱，对吗？再来给我们什么样的机会？网络创业的机会，而且这个网络创业的机会需要我们大量的投资吗？不用，艾多美把这些东西呢全部做好了，做好以后呢，就让我们只要 透过艾多美的平台呢，都可以自由的分享，自由的分享不需要昧着良心，了解吗？哈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艾多美要重写传销的历史的最根本的原因。我们认识艾多美的本质以后啊，就会认识到什么？实际上传销的本质，知道吗？各位，艾多美的本质，大家好好去认识以后，就会认识到传销的本质。 那传销的本质本来就是什么呀？以均富的概念，让没有机会的人可以透过一个平台呢，可以怎么样脱离贫穷，可以创造一些财富。但是呢，坊间的一些传销到现在一个历史来看是，只有少数人可以成功，多数人没有办法成功，所以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各位，啊，造成听到传销就怎么样？ 批评，传销公司因此而一直不断的被批评，因为只有少数人，只有有能力的人，他的本意不是这样子啊，本意不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先从企业的发展的一个趋势来看一下哈，艾多美公司好不好？那艾多美公司的产品什么样的产品？各位，是不是生活必需品？对吗？哈，那日常用品的生活必需品，它是不是一个红海市场的一个产品呢？对吗？各位？ 啊，你们表情都还在睡觉吗？还是怎样？刚才太兴奋，现在要休息一下。可以回应一下好吗？回应一下哈。艾多美的产品是日常生活用品，对不对？对日常生活用品会不会在这个世界上这一个行业会消失？不会嘛。但是呢，这一个市场是不是非常的竞争激烈呢？对嘛哈，竞争激烈到大家都说什么？ 红海的产品，爱多美产品是不是鸿海的产品？是，确实没有错。生活用品嘛，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得到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呢，爱多美什么样的方式来行销，这个才是一个重点。啊，爱多美是以什么？啊，蓝海的一个策略啊，蓝海的策略哈。 蓝海的策略是什么？各位看看哈，我在这边简单的画一下。一个流通业啊，流通业，各位，爱多美是一个法律上是不是一个传销公司？是不是？那实际上它是不是传销公司啊？实际上是法律上是传销公司了哈。那我们讲一下流通业好了，流通业。好，流通业，传销是不是流通业？ 对嘛哈，百货公司算不算流通业？对，再来 ，7-Eleven 算不算？啊，全家都算嘛，对不对？大卖场算不算？大卖场算嘛哈。那 TB Home Shopping 算不算呢？也算，这些其实都是流通业。网络行销算不算？都是流通业，对吗？这些都统称是流通业了。但是在流通业里面。 爱多美是一个传销公司，传销有的东西爱多美有没有？其实爱多美是没有的，爱多美只有一个什么？只有一个什么奖金呐、啊？只有一个奖金制度在里面，有没有其他东西？各位，没有其他东西啊。大家知道中国信托是银行还是传销业？中国信托它隶属于传销业，了解吗？ 只要有几代的奖金的话，就有什么就会归纳到传销，所以公平交易委员会会管理他们，对吗？哈，那爱多美实际上在哪一个行业里面？啊，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行销，对不对？网络平台，对吗？哈，那网络平台的话，网络平台哪一个公司？亚马逊也好，对吗？还有淘宝、阿里巴巴。 还有什么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新效果，他们有没有奖金呢？各位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！这个就是爱多美的本质，了解吗？在没有任何的条件下，它是一个网络平台，所以它可不可以挣很多的经费，对吗？它在网络平台行销，它不需要租店面，它不需要有很大的卖场。 等等，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员工，所以呢，怎么样？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？一个蓝海，没有人尝试过的。虽然它是传销，但是呢，它在网络上行销，对吗？哈，因着这样呢，它的营运成本降低非常的多，也不需要做广告，了解哈？所以呢，它是以蓝海的方法，没有人尝试过的蓝海的方法来做这个事业哈。 所以呢，爱多美是传销公司吗？还是网络行销？都是。网络行销也可以以传销的方法做，但是它没有压榨我们一毛钱，对不对？对嘛哈，反正大家要用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它进一步还有什么？进一步还有绿海策略，啊，绿海策略什么？啊，绿海策略的意思是现在是最新的一个。 行销模式了解吗？哈，以后的公司行号也好，以后的企业呢，一定要走到这一步，就是感恩，再来是知恩，再来是报恩，了解吗？哈，这些呢，以后连协力厂商、公司的员工，还有会员、消费者会员，也大家一起共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来临了。所以这样的公司，世界目前呐、啊，以我的观察，只有现在哪一家？爱多美一家。 只有爱多美哈 ，OK， 所以呢，大家了解爱多美的本质了吗？啊，再来呢，所以爱多美要跟谁竞争啊？大卖场竞争，对不对？爱多美跟大卖场竞争，大卖场竞争的话，就是已经在流通业里面最低价是哪一个？大卖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价格比什么大卖场还要便宜呢？但是品质呢，是不是百货公司的品质？对吗？是百货公司的品质，所以这个变成什么？ 变成精品，了解吗？精品大众化，所以这个叫大众精品。大众精品就是爱多美的策略，了解吗？哈 ，OK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哈。爱多美又改写什么英德站改写流通业的历史。啊，你看看105年度，338家多层次传销公司，这是谁报告的？公平交易委员会发布的哈。338家做了多少业绩？881亿的这样的业绩，一年的业绩哈。2006年哈，106年哈，106年度，啊，大卖场量贩业呢做了多少？2000亿啊，一年的营业额。 再来呢？啊，全联系统啊，全联系统做了一年做了多少？1000亿。所以300多家的传销公司呢，它做了800多亿，但是一家的全联就做了多少？1000亿啊！所以有没有发现到，传销公司的做法，它没有办法变成什么大众的市场，知道吗？这是一个小众的市场。所以爱多美把自己的定位放在哪里？各位？ 爱多美把自己的定位没有放在传销公司这一边，它只是有一个什么奖金制度，对吗？哈，但是爱多美你看短期内的一个，大家看到那边左边有没有看到我的左边，大家的右边的哈，有没有看到梦想百鸟？我们百鸟是韩国人叫天鹅是百鸟了，了解吗？在韩国，那百鸟的意思就是100兆的意思，就100兆的意思。爱多美的年营业额的目标是多少？ 100兆韩币，100兆韩币就是多少？3兆的台币啊，各位，了解吗？3兆台币的35%就是到哪里？35%，差不多1兆的钱呢会到哪里？会到每一个人的口袋里面，了解吗？各位，啊，这个是爱多美的一个短期的一个目标，营业的目标，所以爱多美没有把自己定位呢放在一个传销的里面，啊，要大家清楚的了解这一点，啊。 那商业模式呢，不断的演进，对不对？从什么经销商啦、啊，从那种这个加盟店呐、啊、等等，现在加盟也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有什么？有这个传直销的模式啦，直销的模式啦等等。再来呢，就是互联网的概念，网商的概念，对不对？那这些都有没有风险？有风险很大，也要投资很多钱，也有很多的固定的钱呢要放在里面，不能动用等等，对吗？哈。 那大家觉得爱多美是在哪一块？爱多美是在网商这一块嘛？刚才讲了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啊，那爱多美有没有让我们参与在里面？那一般的公司有没有参与在里面？没有。了解清楚这一点。所以在爱多美，我们成为什么？成为什么？消费商就好，消费商了解吗？消费商做什么？爱多美把系统呢全部架构好了。 我们只要用该用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以后呢，把这一个好的东西分享出去就好，也不用投资，也不要做什么事情，只要把这个好的事情分享给自己所爱的、自己所关心的人就好。了解吗，各位哈？这就是爱多美的一个本质了哈。所以消费商的8大特性什么？给予别人的不只是产品，而且什么关怀与机会。再来呢，花本来就要花的钱嘛，但是赚本来赚不到的钱，但没有员工。 啊，不需要付出薪水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风险。再来呢，啊，是资讯分享者，也是什么财富自由的一个经营者。再来哈，是最轻资产的商业模式，大家同意吗？再大声一点，大家同意吗？大家打爱多美投资很多钱吗？不用哈，对，不用。再来，可以是第一职业，可以第二职业，对不对？ 大家自由看自己的选择了，看自己的环境，看个人的情况来调配，对吗？哈，那第7个呢？消费者可以什么？参与在利润的分配啦。了解哈，大家一起来念一下，大声的念，让这个盖子给打开，这个是最重点的。一起，1、2、3，消费者可以。对啦，就是这样啦，可以参与在利润的分配啦，各位，对吗？哈，所以这个呢。 以后绿海策略中必然的趋势哈，来，那企业应有的本质在哪里？企业应有的本质真的是用在哪里？开始从爱心开始，爱，一定要从爱出发，了解吗？哈，所以呢，爱多美设定为什么？真爱灵魂的企业，了解吗？真是以心里面来真爱这些灵魂。那灵魂讲什么？讲鬼吗？ 不是真爱鬼了哈，灵魂就是讲人的一个深处，人的深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爱一个人的话，我们会伤害他吗？所以产品要做非常好的产品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真爱这个人，我们把他当成什么？当成工具，赚钱的工具吗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公司呢想尽办法把钱花在刀口上，以后呢价格能压到最低，对不对？还有说衍生出来的利润呢，大家一起分享，对吗？哈，再来呢，使顾客怎么样成为赢家？啊，所以呢，爱多美把这个顾客成为赢家是他最大的目标了。再来呢，全世界啊，全世界最大的商机是什么？文斯仁先生说，消灭什么贫穷。所以把力量分享给我们的消费者。还有一位很有名的比尔盖茨曾经说过什么话？他说：“让人类啊快速的进步，啊快速的进步哈、啊，这件事情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。但是要成为世界首富哈、啊，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世界首富。所以我现在前面坐的这位成功者，我相信他们都是什么心？什么样的心呢？都是把这么好又便宜的产品，不断的分享给周围的亲朋好友。以后呢，在这边变成一个王冠大师啦、皇家大师、星光大师，都纯粹的什么？纯粹的意外。所以呢，未来的财富涌向哪里？我们彼得·杜拉克先生说啊，未来的知识啊，未来的财富会涌向哪里？知识的传递者，还有什么实践者？但是这个有条件。这个条件是他必须要对人类有贡献，必须要什么善的知识，大家同意吗？各位，爱多美是对人类有没有贡献？是不是善的？是的，对。所以呢，我们因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善呢，透过我们可以什么？可以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去帮助很多人，了解吗？哈。那爱多美在2014年首次进入世界传销34名哈，那公司的命脉是什么？实际上是产品才是命脉，对不对？比百公司还要好的，比百公司还要好的品质了，各位，爱多美啊，比大卖场还要便宜的价格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品质高，价格低，一定有人排队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爱多美第一次接触，也就是因为这样接触的啊。那爱多美的背后的力量是什么？韩国原子力研究院，还有什么100年的企业科马。两个结合起来就叫科马 BNH， 啊，由爱多美来什么行销全球，啊，那这个是韩国原子力研究院哈、啊，它是在世界上呢非常非常一个大的一个研究机构，啊，再来这是韩国科马，这个工厂是亚洲最大的工厂，一天生产量100吨的化妆品的一个生产量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以后因应中国大陆，啊，那这一个呢是啊未来创造科学部登记的第1号的企业是什么？就是。研究所企业1号，科马 BNH， 那两位是这个一个科马的负责人跟韩国原子力研究院的院长，两个人在那个签约仪式了哈，签约仪式。好，那爱多美有3大文化哈，3大文化：原则中心文化、共同成长的文化，还有分享的文化。大家觉得原则中心重不重要？其实原则是非常简单的，放下自己的贪婪，对吗？哈。放下自己的，以后呢，最很简单，公司也是原则就是很简单，好东西便宜嘛，会不会排队啊？人人都会排队啊。那所以我们也放下利用别人的心哈，好好的来做，爱多美按部就班来做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啊，再来呢，共同成长的文化，啊，再来什么？再来是分享的文化，就是爱多美不断做公益，对不对？做了非常多的公益啊，公益。所以呢，爱多美的奖金制度是双轨无限贷、无限累积。所以呢，不成功是不是奇迹啊？刚才我们的中王大师讲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要怎么样做爱多美就好，各位，啊，先用用看，来看看，做看看 ，OK？ 啊，所以呢，爱多美有什么3大的这个成功系统啊？今天的成功学院，还有什么一日研讨会，还有什么中心的课程等等，这些呢都会帮助我们不断的成长，了解哈，不断的成长啊，以后呢让我们迈上成功。啊，所以这些哈、啊、图案都是什么？成功学院啦，这些还有一日研讨会，还有我们的中心会帮助我们成长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公益活动哈、啊，公益活动。啊，那我们生活必需品是我们的什么？是一辈子的债主啊，我们是淹没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必须要工作满足这一些，这个一定要用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一个新的观念，新的观念什么？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可不可以变成什么？从负债变成收入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在爱多美就可以了。所以爱多美这9大特性，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？这个念完就结束了。好，一起念，大声的念，让房盖都给它这个掀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一起念。它给予人们的不只是产品，是绝对品质、绝对价格，还带有关怀，以及打到自己与家人、周围的亲朋好友到全世界的人成功的机会。再来，继续花本来就要花的钱，生活必需品的购物平台，赚本来赚不到的钱，没有什么条件的把35%分享给满意而不断分享的顾客。再来呢是个人事业没有风险。再来呢对人们是什么？大声一点。OK， 好。再接下来第5个是追寻资产的商业模式，免加入费等等等等啊，不用念了这些。啊，第6个可以是第一职业、第二职业，对不对？也可以是第二职业。第7个，消费者可以参与在利润的分配、分享的经济嘛，对不对？第8个，拯救没有机会的平凡人脱离贫穷的使命，一起重写传销的历史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成为有爱心的、快乐的分享者，对吗？爱多美把这一切怎么样，白白的给我们了，各位，好不好？好好抓住这样的机会，一起来成功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大家。